华人啊，华人就是对于木啊，其实就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尊敬，然后而且会有一点点怕怕的，你都不会怕吗？咖啡，本妈没有开袋，被帮助到今天悠悠，妈没有开袋。我觉得跟阿美族很像哎，他们很非常的乐天，然后很开朗，然后而且很热情。就是我们经过的时候，不管是阿公阿嬷啊、叔叔阿姨啊，或是小孩子们，他们都是那种 hello， 很热情的跟我们打招呼。妈妈的家是铁皮所搭建的，周围少说也有十几个墓，就连房子下炸开的水泥地也是墓。对某些人来说，这个是禁忌，但是对妈妈来说，他们就跟家人一样，照顾更是无微不至。世界第一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拜访一个妈妈，然后我们就相约在她的家里面，然后好像是往这里这个地方走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一起走进去看看，看看这个妈妈到底在哪里。他们好像都居住在这个地方哎，其实他在这边，这边也是。我刚刚以为这是门牌哦，可是这好像不是门牌，这是一个墓碑，对不对？因为墓也在里面。哇，所以是不只是墓在房子外面哎，而且房子里面也有哎。这个更明显，对不对？整个墓是在房子中间的。当我踏进这一区，心里第一个念头是，这是墓园吗？因为四周都有铁皮搭建的住宅，甚至家里也有坟墓，这种景象是我的世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。害怕可能有，但是更困惑的是，他们真的住在这里？到此嘞，到此嘞，哎呦，妈妈。耶，你在做什么啊？帮拖弄。是给我吃的吗？在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我刚刚以为啊，妈妈是在一个桌子上去做这个饼，但是你们看，仔细看，这也是个木哎。妈妈，这个现在我们在做东西的这个木啊，是你的亲戚吗？那怎么样做？就这样子。OK，Right。其实啊，这是我人生啊第一次在这个墓上面做菜耶。你知道要出力的时候啊，会该出力吗？那个可是好像这个饼就该出力。就是妈妈，因为华人啊，华人就是对于木啊，其实就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尊敬，然后而且会有一点点怕怕的，你都不会怕吗？咖啡，本妈没有让开袋，被帮助到今天悠悠，妈没有让开袋。我觉得跟阿美族很像哎，他们很非常的乐天，然后很开朗，然后而且很热情。就是我们经过的时候，不管是阿公阿嬷啊、叔叔阿姨啊，或是小孩子们，他们都是那种 hello， 很热情的跟我们打招呼。妈妈的家是铁皮所搭建的，周围少说也有十几个墓，就连房子下炸开的水泥地也是墓。对某些人来说，这个是禁忌，但是对妈妈来说，他们就跟家人一样，照顾更是无微不至。妈妈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帮外婆拆鸡房。帮什么呀？哦，扫墓的意思吗？对，妈妈，那通常那个他们的亲人都会来这边这样扫墓吗？对，婆婆的，婆婆的，妈妈的，帮我弄点能
访问的过程中，我的确问了一些问题，但是脑中一下闪烁恶劣的环境，一下闪烁妈妈的微笑，画面很冲击，让人有点不知所措。有好多的问题想要问，但是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才好。妈妈平常在哪里？这边吗？哦，真的耶！来，王国元呢？来，他们就是这样子。OK。坐在一个木上面这样吃，所以妈妈我直接拿来吃了。妈妈自己先吃了。拿来吃吃看。你快点就完了。那个很像我们台湾的甜甜圈，哎，是真的很像，只是台湾的甜甜圈可能比较再结实一点，再硬一点点，然后也会再甜一点点。这个很像是我们去外面点饮料的时候，会跟他讲说，哦，我要半糖的甜甜圈，有一点点甜味。对，妈妈，你们通常啊，真的都是这样坐在这边这样吃东西吗？对。是的，他说的是会。这个话，这个我听得懂，就是是的意思。跟他们煮海耶一样。所以妈妈，你都是就算是在卖这个甜甜圈为生的吗？面安家面白人面哎妈，唔知从什么关节做一工耶，来帮做一件的。家庭代工的东西。OK， 帮做一件的，怎么样熬一顿？其实家庭代工啊，我们也有做过，因为之前就是。我们家庭状况不好的时候，我妈妈他们也会做一些家庭代工，帮忙人家做眼镜啊，然后做一些电风扇啊，这些都有。妈妈有三个小孩，除了做饼外，就是做家庭代工为生。她的个性很贴心，就连我这个大个儿捏完面团，她还会帮我洗手，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。我问妈妈：“你不会想搬离这里吗？”她说：“这里不偷不抢，人也都很好。”听完这个回答，我忍不住又犯了爱哭病。走进来的感觉其实很温暖啊，会让人家心很温暖，就是跟我们这样子看到的这个外在的环境其实是有很大很大的落差。而且妈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找我来，因为你可以让我觉得要我是爱哭鬼，没有，因为真的很开心了，因为一路上啊，就是我们这样经过啊，它其实不止墓园，有很多的可能是垃圾什么，那个环境其实是很不好的，可是他们却这么的享受在他们的生活。像我刚刚问妈妈，他们讲问他说，你会害怕自己在那边生活？然后他就说，他也是五个月之后就适应了嘛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反正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啊，都能够适应生活，那就该好好去享受自己的原有的生活，不管是贫穷也好，不管是富有也好，我觉得该过怎么样的生活，就是尽情去享受。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 ，I'm so happy， 太好吃了，妈妈，我跟你们讲。妈妈应该吓到了，想说一个这么高大的男生在这边哭什么？我们常常害怕他人的眼光，去包装、伪装成别人喜欢的样子。我们往往追求，却忘了所拥有的。这里的人生活或许贫穷，但他们心里的富足是怎么样有钱也买不到的。对他们来说，一家人能够安逸的生活，那就是最幸福不过的事情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。